督促書其實是涉及到 research 的，你有個 concept 啫，但係其實很多細節的嘢咧，你是要清楚同埋你要揾到啲資料去核實啊咁，即係拿出一本攝影集先算啦。攝影集你影咗嗰一樣嘢，都有一個信息要去呈現嘅時候，其實你都係要理解嗰樣嘢清楚，咁所以咧係要涉及有 research 呢一個嘅部分。